挡拆配合没有机会，再交给卡麦隆。吴姐的单打又要来了吗？戴木这一回在三分线外又是一颗三分了，球又被断了，失误确实是比较多一点。张博维放偏，但是后面还有卡麦隆拖车进来，两个人在篮底下。阿瑶收球，再往后交，卡麦隆转身，哇，高难度的单打得分。别的，因为我们如果以这一场或这个赛季的表现，张博维打得比较稳定，但反而是在他罚球之后选择把卢哲义换上来。卡麦隆率先出手命中，有二也有三啊，二颗的三分球。卡麦隆又翻身单打，又要到了 N1。假传真切，再往外分，卡麦隆交给陈佑伟，多一次转传，卡麦隆的中距离，哇，那是他克拉四速度角 catch and shoot 没进。钢铁人现在刻意的要把速度推快，卡麦隆切底线得分，二秒的时间，卡麦隆个人单打。国豪的身高没有优势，所以这一次中距离出手又弹进。立即搜寻刺激线上。